啊，所以武器才会闪出去、啊，对，才会武器飞出去啊，是这样。好龙喽！哦，都要从零开始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从我们打完一轮。哦，对，我们昨天打完一轮。到底要不能叫虫出来打？哎、欸，我这边在震动，我刚听到声音了。这里，我这里。黄色。动喽！谢谢各位， nice. 谢谢各位。在哪里？在下面。飞过头。那怎么地图上没有他的那个标志？还没啊，要大概三级。因为我们的调查不够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级，打过他很多。虽然我们已经打过两次了，还是不知道。我们还是个智障。哦。What is this？ 提醒下回。啊，对，今天那个路上会掉很多那个，掉到我，能捡的都捡。对，帮你到这边。对，剩下自己来吧。对，能捡多少是多少。右侧破了。不挡！我靠！你们吗？螃蟹不要乱捡啊！我盯着你的。哎、欸，他说手上有东西。哦，我看一下这边。这里，我有啊！打不到，头太大了。啊、哦，他冲那边。哦，有了。我打到了。好。哦。洗面族，哎、欸，来我打魔兽啊！嗯，魔兽，魔物猎人吧？为什么是魔兽啊？你是不是看错游戏啊 ，Debbie？ 魔兽猎人，魔物世界。顺便工商，那个不是天命二有免费可以拿？对啊，天命二有免费可以拿哦。哦，1000多，原价还蛮贵的哦，我记得的话。哪里啊？原价1000多块。可是他都还没给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。还没吗？他不是在礼物里面？礼物没有啊，他是说这段时间会发送。哦，难怪我今天就是没看到，原来是。对啊。我是拿到了。我是还没。这里，拜，还摆 pose。还摆 pose， 那等一下注意一下他 event。嗯，石头可以捡。我要捡。哦，尾巴。头上那个。有打到了。那是。他走没晕啊。他说好像说建议也带那个哎、欸。调查会加 1.5 倍那个，哦、oh, ，有点快。那我直接用我那个啊，狩猎笛啊，这笛有调查的啊。Oh, 对啊，狩猎笛有。不行，我不能坐这样哎、欸，你他妈看到我的脚哎、欸。不会啊，我现在它有固定位置、啊，有固定位置啦，有高几率出在一个地方，低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刚会找到就是因为，嗯。拿了电脑也跑通，不会啊！你想，你拿了那款游戏，你直接省1000多块、欸。对啊。玩不玩是一回事嘛。就先拿嘛，对不对？對啊、限免的东西先拿一下，会不会玩又是另一回事啊。你看，可爱啊！搞不好你身边的朋友，如果你哈都有这款游戏，但是你又没朋友了。对啊。你又少了一点朋友。对，与其没有游戏而没朋友，而不没朋友。
游戏是不会背叛你的。哦，我怎么没有砍？哦，我的大气轮啊！你的大气轮斩。刚哦，我刚滚够了，我气死！哦，气死！我打你头！哦哦。有你的脚胶，看这是这个龙，会背叛你，但这只龙会背叛你。对，这个龙会。好，随便乱扭。好了，可以打。Jeez。精英打这只就是它，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地方要打。对，每个地方都要打。就是前面的两只，前面两只脚，然后胸口两个左右。然后尾巴，尾巴上面左右，就是这里。这招一定要躲，会死。地板很烫，地板超烫，这个一定要走。因为他死掉之后才听到遗言有没有？他有在 DC 吗？有啊。哦，那就好了，那就还好。又好破啊！地板，修。打头。嘎咻！我不要连续吼啊！我天啊！他第二期差很多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我先，他如果有给我的话，我就领啊。他现在还没给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他既然都还没给我，天命二的天命二，就像那个吧，像星海那样。那种天命二有第二期？不是天命二，天命。哦七分二还有 DLC 太帅了吧！七分还有 DLC， 这哈姐太猛了吧！真的，哇，好会赚哦！太会赚了，做个 DLC 来赚一下。这是个免费的插件包哦，不过如果你想要享有 DLC 的服务的话，你有想要有特殊角色的话，或者是特殊任务啊、嗯，特殊技能啊，真的特殊的那个就是。每次任务的话呢，你可能就是需要花一点小钱赞助一下。你、欸、感觉好像以前的梦魇生存哦、喔，自定义啊，对啊，要跑了吗？没有吧，还没，被伤这样子被骗，哎呀，欢迎来，我打，不要看我，好，我摸完了。哦，差点被撞了！他是凶柴龙，为什么 ？Hello， 晚安，我又要嘴炮了。惨，就打他尾巴。我最后一下，你还我最后一下。你被吼了是不是，在转圈圈啊！转圈的，左边后颈。有晕的哦，来看我，我好小。哦，他吼醒我了。哦，他把你吼醒。他吼醒我了，吼、哦。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哦。下一阶段。大脚可以破坏两只瞬间，要头就头部嘛。就头啊，啊头要打很多次啊，所以那个头是他最后要打的。要眼睛，开刀的，那还是穿，就配套啊，生存装，慢慢爬多了配一下。通常要配酱吧，没记错的话。乱配吗？啊！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快跟他！跟他，跟他，冲啊！快跟他，快跟他！趁现在不会动，揍死他！可是我现在没有红色，妈的，给我一下！啊，他醒了。左胸部。好。来了，跳起来！了右胸破，太没魂了。
黄金毛毛虫，然后就补了，然后再补，他就把盔甲，他把状态补回来，盔甲补回来，可是就不用再去打、嗯、原本打爆过的，原本打破了，原本打破的那些人。但是你就算打他，他也很快就爆了，所以没差。那个，应该就头跟前脚。他尾巴最后面有破吗？没印象啊。我不知道。我记得他中间左右边都破了。中间左右边破啊，可是尾巴最后面好像还有。不是啊，你知道超虫棍在那边转圈圈才是安全的吗？因为你离开地面。对啊。地面很恐怖，不要碰到地面就还好了。对啊，这只是不要碰地面。该打头了。哦，这尾巴左边还有尾巴右边。你不要打到我了，跑啊！哎呦，求求！我要去磨刀啦！别看我啊，大哥，别滚过来啊！现在跟谁玩？跟、啊、不是左边不是有吗？有吗？杰克蛮心甘情愿。对，他不知道晶晶芦笋子是谁。没关系，那他也不会知道是谁啊。哦，骑上来了。贯通弹打，像在鳞片间穿梭，差不多。现在在场会用枪的，但用枪还是很菜的那种，很容易车人。没有，你那个是换弹的时候躲不掉，知道吧？躲不掉啊，就是你翻滚的时候，那翻滚超慢。下来了。都是已经做了才讲，天哪、啊！没有啊，就连续斩的时候，然后就下来啦、啊。啊，你连续斩要斩之前，明就会先讲，你那时候就可以说他快倒了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射喽，爆！对，是爆，哎、欸、射喽。有时候扩散弹，哎、欸，已经打出去了，扩散弹。而且扩散弹哦，已经炸到他脸上了，才扩散弹。那天还是雨月讲，我才知道、欸，哎，你还不讲、欸，哎。对啊，是允月被炸到了。没有，他看到了，他跑开了。他听到声音啦、啊，那个往上打的声音。超傻眼。哎、欸，晶晶能打头就打头，打头他。嗯、不会去下一个就。那要离去了。可以向上砍他。破。哎、欸，碎啦，大脚爆啦，下去了吗？好，砍到，还没，好，